老公啊，你在家待着，我走了。你干嘛去啊？打麻将去了。这一天天的啥事不干，就知道打麻将。哎呀，这不是三缺一嘛，就场入就活。家里的活也不知道干。你说，上个月你买的包花了多少钱？我这不是半年才买一个包吗？你那个包5000吧？我一个月工资才多少啊？说，我这个月的工资才剩多少？28000，放在你床头柜的储蓄罐里面。什么？我这小10000，都被你花的只剩28000啦？老公，你别生气，前两天打麻将手气不好，输了点钱。输了多少啊？李大妈800，李大爷500。什么？李大爷还500啊？就是你二大爷，还有那个蔡婶1000。停停停！你今天哪都不许去。老公，我哪都不去。你看，这都快换季了，你给我买两件衣服呗。行，我给你量量。哎，老公，你这干嘛呀你？给你量肩宽。哎，不是，哎，老公，你干什么呀你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哪都不许去，就在好待着，我上面去了。你谁啊？同行啊。你这么笨呢，怎么还被绑起来了？你赶紧把我扶起来。哎呀，我说你这个当个小偷竟然还被绑起来，这是同行的耻辱。大哥，你快帮我解开吧。你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你帮你的，我偷我的。大哥，我跟你说，那个房间有保险柜，我可以带你去。我傻呀，让你陪我去我还得问你钱，我不会自己走啊。大哥，可是你不会密码呀。我会破解密码，到时候咱俩5-5。还想5-5？你1我9。有你这样的吗？3-7不能再少了。行了，最多2-8，你2我8，不能再多了。行，你先帮我解开。行。你说这万一来人怎么办？得有一个人在外面把风。那我来，你进去开保险箱。哎，不对，我进去开，你在外面把风，那里面的钱是我的。行，不过大哥，你得给我200块，万一你这打开保险箱跳窗跑了，那怎么办呀？想的还挺周到。行吧，给你200，你给我盯仔细点，来人通知我啊。大哥，放心吧，进去吧。给我盯仔细点，机灵点啊。行。110吗？我这儿有小偷，你们赶紧过来吧。哎，怎么锁上啊？